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二十八号的新中华新闻，我是陈希米。新闻一开始先关心到儿童节将要来到，罗岗镇公所特别准备了保温瓶来送予镇内公司的幼儿园甲国小学生。今日的镇长柯志宏是亲自将礼物送予每一位小朋友，除了祝福因儿童节快乐以外，也提醒大家爱常常啉水，补充水分。庆祝儿童节，罗岗镇长是特别早着礼物来到幼儿园，亲手将礼物送予囡仔。我们最棒了哦！好棒！看前面喽！哦，好棒哦！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哦！哈！来，儿童节快乐！哦，儿童节快乐！镇长表示，儿童节是专属于囡仔的节日。公所今年特别准备了保温瓶作为儿童节的礼物，除了祝福每一位小朋友儿童节快乐以外，也提醒因平常时爱给你加啉茶，补充水分。儿童节也将到哈，我们在儿童节的前夕来到我们鹿港镇立幼儿园来发送儿童节的一个礼物。那今年我们公所哈的一些规划，就是提供给我们鹿港镇内公私立幼儿园以及我们国小都有一个1316的一个保温瓶，因为夏天的即将到来啊，所以咱公所的员工哦，这个小朋友夏天要多补充一些水分，所以咱用这个保温瓶哦，能够哈装冰水、温水、热水都可以。那也提倡了一个环保，能够哈把小朋友从落实于小时候就让他们有一个环保的一个意识，能够照顾到我们地球。柯志宏表示，囡仔单纯的笑容一直是心中的快乐泉源。借着儿童节，祝福所有囡仔都能在健康、快乐、无烦无恼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有属于家己心中的快乐天堂。新中华新闻蔡良倩录港采访报道。